老杨到处说，来一个节目的预告。10月26号下午4点，我们再次邀请于鲁迅先生来跟他分享他一些研究心得。那题目呢，应该是《五豪事件》跟周恩来的恐惧，为什么会有恐惧这一说？我们很期待，也愿闻其详。在这里面再重复一遍，是2023年的10月26号香港时间下午4点。那么邀请于鲁迅先生来谈一个主题，中共党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的五豪事件，以及周恩来为什么会恐惧。敬请大家关注，我们到时候呢一起来听听于鲁迅先生的分享。那么借这机会向于鲁先生表示感谢，因为呢70多岁的高龄还乐意这样的孜孜不倦呢去刨根究底，并不多见，也非常难得。好，我们到时候见。